这个舒服多了。酒店比你真的怎么样？哎呀，这能和我家的床比吗？我们住酒店都是以床一定要舒服。嗯，我房间可以差点，但是我的床让人家睡下去，你看，你说乳哥不就是说你去哪里再说把你家床垫帮走，因为床垫舒服啊，不一样的。带你们去看啊、今晚不能再吃粉了吧？哎呀，不能再吃粉了，买了考虑一下，把这里买掉是吗？要老哥你出多少钱？我没有这个能力啊。嗯，没有，他们刚才都已经出来了。带你们看小草，草女神的房间，草女神他们坐这里。哎，你们有没穿衣服的吗？穿好了。都穿好了。啊，小可爱丽丽，这个是谁呀、啊？安安啊，他们住一个房间。刚才我看这个，我还说是，哎，这个是透明的，那女孩子睡觉不全都看到了？其实不透明，啊，透明。啊，女孩子去哪里都是那么多东西，老铁们都是看着都害怕。在这里住两晚，第三晚我们会去那个岛上住，啊，去一天岛上，真能磨蹭，那可不。谢谢发发哥。请问我赞助500米，请妹子们吃饭。哇，谢谢发发哥，发发哥赞助500米给我们吃饭，今天晚上。好。发发哥赞助500米给我们吃饭。知道吗？嗯。不要骗我们哦。阿美。谢谢。等一下，美女们来了，那美女们给感谢发发哥。谢谢发发哥。谢谢发发哥。哇。500米吃饭，哇靠，那是很好了。曹女神和丽女神住一起，对，女神之间肯定是住一起的，他俩。哎呀，今晚我不睡我房间了，我来这里睡好不好，美女们？我睡这里。不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给我睡这里？我穿衣服，我不脱衣服。不给。我不给我住。不给。那我睡这里。不给。他不给我，不让。我睡一下下嘛。都胖的肉重了，还是，哎，我姚老哥，我怎么感觉你有点不对呀？给发发哥住啊，发发哥来住可不可以？谢谢发发哥。啊，不可以是吧？都不可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还是没有结婚的人呢。我们还准备好了。来。好的，来，谢谢发发哥。谢谢发发哥。好，谢谢发发哥。美女们。发发哥赞助500米，请我们吃饭，快点。发发哥赞助500米，我们去吃饭。